大家回来都是因为家嘛，它是很多集体回忆在。居民看这个角落，他觉得说这是我日常走过的一条小巷，但是如果由外人来看的时候，他发现这个小巷有他自己的故事。希望大家还是能够一样的保留着当初的那种初心。新村之后第二季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，8度空间温情播出，你也可以下载端端 APP 收看。